谢公子，多谢公子相救。无妨。嗯，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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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咦，吃吧，我请客。愣着干嘛呀？快吃快吃，来。多谢恩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陈芊芊。陈芊芊。 琴弹的不错，有点艺术细胞，要不留下来，然后帮我打打下手什么的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要是愿意啊，今天就可以上班啦。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了。行，好吃吗？嗯。你呢？叫什么呀？在下李二。李二，哈哈，我正好缺个服务员，就你了。 服务员，小二，吃吧。多谢姑娘啊，不，多谢掌柜。掌柜，我呢叫袁婉儿，是这家酒楼管事的，他才是老板，但是他什么都不干。以后啊，你俩就跟我混吧。是，袁掌柜。掌柜，又老气又难听，要不就叫。 迎往来宾客，品鉴各色新美鲜味，南北珍馐配茶食公则，红手无期，分文不取，邀君同乐享之，居然免费啊！走走走，快去吃。来来来，尝尝这个。来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往里走。哎，来来来，喝喝着呢。 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怎么样？必胜方没人，忙去吧，忙去吧，忙去吧！小样儿，够了！太过分了，他们竟然免费！袁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既然他们和我们拼价格。 我们就要和他们拼质量。
肉丁，刷刷刷。那我们就 go go go。君君，你可真厉害。那当然。这是什么胡饼，竟然如此美味。这道菜呢名曰披萨，据说是一个叫马可波罗的胡人发明的。君君，这汤也好喝。这个呢是配着披萨喝的汤，叫鸡茸蘑菇汤。有人这披萨不是鸡茸汤，我就不相信干不了醉霄君。哎，别激动，淡定淡定。袁姐，嗯，我能再吃一块吗？吃吃吃，赶快吃。我也要，全部都是你们的。哦，老板还没吃呢。嗯，白走。袁婉儿，你，袁婉儿，救命啊！站住！袁婉儿，袁姐，救命啊！老板，老板，站住！袁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一个客人都没有。那桌不是客人吗？啊，Go go go！ 无言，没出息的东西。钱公子，这都第八顿了，您就别勉强了。我说，只要是婉儿做的东西，我吃十顿都吃得下。看吧，不，我渴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给我倒杯水去。真是应景啊。